刘锦绣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秀气，她觉得自己像大别山的羊，昂扬倔强。好的，第二辆的，望着前方，方向侧的第二页就有一个，如果我少两个脚。你想一下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一套耐克的衣服在那里放羊子，感觉就像是作秀那种感觉。刘锦绣出生在大别山深处湖北省罗田县一个贫困的小村庄，13岁那年，他就只身外出闯荡。2003年夏天，他在开车回老家的路上，看见一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拎着一双塑料凉鞋，淌过泥泞的水潭，像极了她小时候的样子。这一幕，深深触动了他。目睹家乡的贫穷，刘锦绣决定做点什么。2004年，刘锦绣在众多的疑惑不解和质疑中，开始养殖黑山羊，用2年的时间，从最初的47只羊发展到年出栏1000只，从不懂羊到打造黑山羊养殖示范样板。2007年，刘锦绣联合当地养殖户注册了湖北第一家山羊养殖合作社，罗田县锦绣林牧专业合作社，聘请专门的畜牧技术团队，带领乡亲们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销对接模式，实行统一提供种羊、统一栏圈建设、统一防疫消毒、统一技术指导、统一收购肉羊，这种无统一服务解决了养羊农户的后顾之忧。2011年，刘锦绣注册成立集黑山羊科研、育种、养殖、饲料加工、屠宰精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湖北名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。2015年，公司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建立了黑山羊养殖结对帮扶关系，首批帮扶带动的黑山羊养殖贫困农户就有406户。截至2018年底，公司与合作社辐射带动大别山周边县市山羊养殖户7700多家，形成了以罗田为核心的大别山肉羊商品生产基地。2017年，刘锦绣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，在1000人参加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，他15分钟的发言赢得了8次热烈的掌声。16年来，面对多种技术难题，面对多次自然灾害，刘锦绣倔强挺立，在大别山父老乡亲的脱贫致富路上始终前行。